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蛋猪虎，今天是 The Small Green 毛豆曲线第四集。然后我总算康复了，前几天喉咙发炎状况实在不太好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一样看前情提要吧。跟上毛豆曲的步伐本身就是一种锻炼的。才过了一天，我就怀念起了妓院的日子。取悦今晚最后一位客户，没有花太多时间，一张嘴足以满足两个人。是他是谁不重要，抚摸着自己早已变得粘稠。我专注着我的爪子，越来越再次拥有干净的感觉，真不错。我是如此渴望着这一切，甚至抽泣起来。那只大理石花纹的狐狸将我头按住，翘起臀部。我吞咽下每一波进发的奖赏，这也将我送上顶峰。有一些箭在他腿上，他说他没有后退，只是呻吟着顺其自然。我挺干净他的，因为我上兴趣上唇。他离开前只留下了一句谢谢，而我仅此一次，我很感激。这些少限于交易。我开始觉得在工作中困扰的我并不是性，而当一个客户知道他们用钱换来的不仅是服务，而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部分，尽可能索取的更多。我知道记忆不是长久之道，也不认为自己下半辈子只会满足当一名店员。我不能永远被一件事情限制住。不过不知道毛豆曲有没有，这是他该担心的。但是我们共有着一个更大的问题，都看到那张照片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也都知道。这就是我不喜欢独自思考太久的原因。有需要关注的时候是很难顾得上脑子的，一份工作一份饥饿，轻松简单活着。所以明天早上我要回那家店，只要在那里合适我就一直待下去。有点哎，好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一切。我昨晚也睡得不是很好，不过白天在外面走动帮助了我清醒过来。店门口不像昨天那么拥挤了，我踏着进去，瑞德正在前台招待几名顾客。我在店里转了一圈，寻找着毛豆曲，哪里都没有他的踪迹。我走向暗示所在的储藏室，敲敲，没人答应。我把头紧贴在门上，短暂听了几秒，根据声音判断，里面没有人，只有那些 Jack 的照片。独自坐在角落，黑暗中只有他们，很滑稽，不是吗？即便是你的照片，最终会抛弃在世界中夹缝中，就像过去一样。你这个肮脏的老杂种，趁机偷抢耶，这是在浪费时间，你也知道啊。我知道房间门是锁着的，但门口前不太久会招来 Ralph and 为什么讲英文 Ralph 跟 Red 的疑问。我跳过的纸张电视不禁被另一边完全用于摄影的部分吸引了注意。我来看一下隐藏界面，按不了啊，有几只。这是谁啊？怎么感觉好写实哦？可能这些是跟那什么 Echo 的 Echo 有关系的人吧，应该吧。我先看了一下展示柜，可是 Echo 可是 Smoke 论算前传啊，这应该跟 Echo 没关系啊。目前大部分都是装在信封中的照片以及自然摄影。不知为何有一张抓住我的眼球，我无法确定是因为它的美丽，还是有什么困扰着我。店面的这组墙挂满的照片被花俏的壁纸所衬托，看来在展示人们要求的照片类型，不同尺寸和款式的相框与标签一一对应，每样看起来都如此平静完美，仿佛陶瓷制品，仿佛道具一般。咖啡吓到我，画面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看到了画面中的，画面中的好可怕。对，那只又没改啊。你好啊，
需要帮助吗？啊，我没事。那只老狐狸朝我露出皱巴巴的笑容。其实我刚才声音只有开一点点，可是那个要是我开全部音量再玩的话，那个我就会吓死我。你看也有些不适，因为那张照片嘛。他指着我手中的照片，我把他抬起来看了看，被他吓到也不奇怪。那是我儿子豆雪在离镇不远的荒野拍的，我感觉自己皱起了眉头。自己好多照片要看哦，可这边没什么东西啊。他的画像是我不知道我们豆雪是谁一样。我昨天刚刚介绍他自己，那个山谷里尤其令人恐惧。有人说那里盘踞着一只跟山一样大的野兽，比如歌利亚。我很难压抑住声音中的不耐烦，就像一只挂在山顶上的大号老阔鱼，落在野营者身上，将他们吞噬殆尽。啊，那么说到某豆曲，我在找他。老狐狸满脸的笑容变成了惊愕，他眯着绿色的小眼睛，色眯眯的打量着我一段时间，像是心里在催测着什么。他目前在学校里。对了，该死，拍照日。为什么刚才声音变超怪？拍照日，把他放回原处。老狐狸依然在讲话，但声音已经上升到了喊的程度。你会把边缘用脏的。对不起。现在赶紧去学校吧。是，先生。老疯子。今天这里有不少人。孩子们四处奔走，不过大部分是朝着学校的后面空地而去。生长着松树与成片的草地的广场，我看到一排排铺着布的桌子，上面摆着银盘，空气中弥漫着柴火与铁板肉的味道，好香的感觉。编织篮中挤满了闪光、闪耀着光芒的面包，橙罐的果酱和蜂蜜如金字塔般叠堆着。它因为糖的作用，在玻璃穹顶下灰灰啊，这怎么念？怎么就熠熠生辉？熠熠生辉，熠熠生辉。熠熠生辉。我独自一个人，我尝试找一个自由的成年人讲话，但放眼望去，只有专注于他们儿女为自己的衣服和毛发大惊小怪的家伙。前面的松树下一群女孩，靠近他们让我有点紧张，他们觉得我可能是个怪人。不过我需要一些指引。死鸟一点都不好。死鸟没什么特别的，我不会念。鸟的寿命并不长。是啊，鸟是活不了的。20只啊，就这么死？人成群死去是常有的事，鸟什么为什么不行？那他们为什么不能盟主创造？主当然有比鸟更重要的事帮忙呢。要我是盲于一切，不论伟大或渺小，确切来说，20只的渺小。怎么，你数过？当然啦，我可以杀死21只鸟，如果在同样获得你特别对待的话。哦，我知道你可以招，但可是这是不一样的。我以圣经发起，脚踩大地发誓，神君在上，不对，我忘记他的名字怎么念了。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，我就知道他有多执着于这个幻想了。那个，Melissa 声音变得严肃起来。有人在关注我们。哦，啊，你是昨天闯进我帮你的杂工？他叹了口气，你是有必要。看到我就一副像是看我看到仇人什么之类的吗？我猜你有什么需要，只是在找我的雇主。检查过礼堂吗？你是说 Brian 小姐的兄弟的话？他通常整个拍照日都在那里。这就简单了，多谢。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他。一股寒意从我的后颈处起来。我转过身以为看到我们斗犬母亲之类的，当然除了杂乱无章的人群外谁都不在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一个人。我的错，一定是天气太热的影响。我走开时，伟大不由得反抽动了一下。什么叫做我是一个人？什么意思？女孩们现在如此一般安静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感觉自己是个怪人。不过他们才是怪胎，恶心的崽子们，恶心的小屁孩们。我走进学校正门，秘书正在那里等着。在登记过后，他要给我留一个访客胸针。走廊里来往的家长和学生联络不绝，若此不绝啊！我悄悄溜进礼堂，环顾着四周。在舞台一侧有一个储藏室，看起来像是支架与帘子制成的。我的豆雪正站在一群蹲的学生面前，他的三脚架上安着一个大型的立式照相机。完毕，享受野餐吧！
我站在座位中间，任凭一群学生冲过我的身旁。抱歉，迟到了。因为伊顿背对着我，他蹲下拿起一罐水抿了一口，然后放下，转身朝向我。一开始我还担心你不会来，然后后来我想起自己没有告诉你来这里见我，所以这是我的错，我道歉。没什么好道歉的，我们昨天都有一件心事。狐狸的表情柔和了下来。我很少只想着一件事情，但是那张照片，李亚大门轰然打开，下面是高年级的同学，我们会有独立镜头要拍。他一看到我表情瞪得面色阴郁起来，想怎样，外面那只要看到我像仇人，阿瑞德看到我也像是仇人，现在怎样，连你都要把我视为仇人就对了。他的寸头为何如此不得体，这我没办法呛回去，真的不得体啊。他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向他的儿子。32年来，我们都保持着半年一次的拍照日野餐活动。每一个在回音镇长大的男人以及女人，孩子们都为他们在礼堂中度过了时光而自豪。为什么刚才变得自豪？在拍照日，他们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，享用家庭料理与馅饼，为自己的社区感到骄傲。而我为他服务时，也要展示最好的姿态。我道歉，夫人，是我的错，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。他对我一笑。不必为了掩盖我儿子的错误而撒谎，亲爱的，他是个成年人了。但很讽刺的是 ，Samuel 这件真是最好的衣服了。他前一天应该告诉你这多重要，因为他知道。很抱歉，是我疏忽了。他摇了 摇头。当然，这事于无补。幸运的是，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背心和帽子，我会去把他们带回来。他的目光再次转向我们 Dodge。等长辈们到了，你要多加留心。我还会回来的 ，I will be back 。没有多久，他便离开了。老天啊，搞什么东西啊？狐狸似乎有些出神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就由着他们他说你。哦，很正常，他一直都是这样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就会抛之脑外了。他有他的行事方针，我也有自己的，就是这样。我不会让这困扰到你的。我感觉到自己的嘴裂成了不悦的表情。我也不会。大门再次打开，他回来了，手臂上挎着一件灰色背心，拿着一顶圆礼帽。你要还好他们没看见呢、啊。这是我表兄的，不过他太瘦小了，看起来很合你的身。他把帽子和背心推到我手里，毫不犹豫地穿戴上他们。尺寸很紧，帽子也很牢固，不够做我自由移动了。看到了吗？这里藏着一月英俊的绅士。现在让我们把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吧。他又离开了礼堂。我重新提起那张照片，那个衔接进来的学生没有给我们留出多少空档。这一拖就是几个小时，学生们七嘴八舌，不由安分坐在那里。同时，我们都去试图指出他们摆出某种姿势或者坐着别动。背心又热又痒，我感到一颗颗汗珠从脖子后面渗了出来。接下来几个小时慢慢过去了，等到最后一个学生拍摄完毕退出礼堂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接松口气。门道学闭上眼睛，靠着栏杆坐下来。辛苦你们两个了。你还好吧，狐狸？他揉揉鼻梁，微微睁开眼。还好，就是需要吃点东西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出去野餐呢？可能会有人需要补拍，他是常有的事。那我们给自己用几盘回来。门道学只是摇摇头，他的呼吸依然沉重。你去吧，我没事的。我会给你用一些。他睁开眼睛，虚弱对我笑了笑，然后摇摇头。他可能是脱水了。我们工作太拼命了，唉，可怜的摩多许啊！回到外面，我直奔那些桌子而去，吃的已经少了不少。我拿起一个纸牌，开始往上叠最好的蔬菜。我不知道摩多许是否喜欢吃牌，无论如何还是割了一块。Please， 是我的小可爱回来了。哎呀，看看这风把谁吹来了？我帮着把盘子扔出去。它不是狗，它没办法扔出去，还可以飞回来啊。Cliff。我压低自己的音量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就在此时，我意识到他身旁站着摩托曲的一个姐妹，那个鼻梁上戴着一副小眼镜的小天文学家，信使古洞的全证人啊！我被告知这是某种传统。你不是因为这个而来的吗 ，Sam？ 他在帮我哥哥处理照相日活动。你是说照相？我正需要一位专业的摄影师。你知道我不是摄影师 ，Cliff。与 Tibby 先生的交流令我度过非凡的一天。他有一双善于观察细节的眼睛。你
也许你们两位会相处得很愉快。我们已经认识过了。是的，我们可以更加熟悉一些。说到熟人，过来打个招呼 ，Holly。他在空中挥舞着手臂，我顺着他们光望去。我都觉得另一个姐妹穿着一份翡翠格纹的夏装，朝我们无声地走过来。他要左侧的斯拉尔夫，我目前不想见到人之一，我也蛮不想见的。在右手边挽着他手臂，是我昨吸过昨晚的那只大疑似花纹狐狸。这一集精彩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了魔豆取的辛苦耐劳，哦，看到了几位看到 Sam 就很怨恨的人，然后现在又看到了 Samuel 他的客人，又见到了 Cliff， 这是一集非常精彩的一集呢。好，废话太多了，操操操操，邱英中就要跟我作对 ，Yes， 就是这样子，我超爱看这剧情的。午安，亲爱的。他目光瞟到我身上，干掉他！他有男朋友就算了，而且还是我服，谁没有服务过他的？第二个工作日就是一年中最漫长的一天，真是不走运。他一边说话，一边用爪子给自己扇着风。幸好你不会被降霜日吓跑了。我强迫做出自己礼貌的笑容，连他都流汗了吧？我说：“有过更吓人的女士，那是当然，你已经见识过我的学生了。希望没有太吓人。”万能的主啊，让我逃离这一切吧！我开始也想逃离这一切了。如果你们其他人能勇敢一点，我下周的婚礼又有参与者了。马上逃离！祝贺你们！马上！这是我的未婚夫 Jim。你他妈的干嘛 ，Sam？ 很高兴见到你。为什么 ，Jim？ 我昨晚吹过那只狐狸，直射着我的眼睛，然后移开视线，声音的对我点了点头。上帝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死？他是要召唤 Jack 下来的吗？你的喉咙被口子卡，我的喉咙也被虫子卡住了。你的喉咙被虫子卡住了吗 ，Jim？ 他翻了个白眼。Ralph 斜视着我，我倒是感觉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想给他弄一盘吃的。他最好不要再误食了。病了吗？如果你要为我们盗取利用的话，那我必须坚持为你做同样的事情 ，Sam。谢谢你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我现在就去。啊！我的步伐几乎赶上慢跑了。也许我应该坚持当 Helen 的服务员。毕竟是这么快的速度下，我还没把魔豆取的食物给撒了。这场谈话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长，太可怕了，应该是我录音时间太长了。我回到礼堂时，以为看到魔豆取蜷缩在地或仰面朝天呼吸沉重，但他像正常人坐着，仿佛一切都很好。我感到如释负重，有点奇怪，我至今不了解这个家伙，还有他变化莫测的家族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派，所以我只用了一小块。你想的没错，我很挑剔，不过我喜欢南瓜，干得漂亮。他向我眨了一下眼，我的耳朵竖了起来，微微发烫。我们听到礼堂前传来嘣的一声。戴夫踏进房间，不雅的光顾四周，直到走向前。哦，你没事吧？嗯，我为什么会有事？模特儿说的。不好意思，但 Sam 不是模特儿。看到 Cliff 端着盘出现在礼堂中，我们三人一愣。他是一名地杂工。也是一名绅士，还令我感受到了回音症的欢迎。他知道我的工作 ，Cliff。他知道谁？麻烦告诉我这个英国老师谁？他是一名人类学家，以前跟我们是一类的。Cliff， 那你要不要来研究我一下？看得出来，我们都有眼睛和耳朵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别理他。你来这里是有原因的，不是吗 ，Cliff？ 是的，这个我正在尝试组织一支小型考察队，可以这么说。我想去梅塞塔部落定居进行我的研究，而唯一感兴趣的向导今天就要走了。达利亚向我保证你们的父母会赞成这项努力的。我恳求你，费用不是问题。我不认为自己在今晚前能做好所有准备。你应该昨天就问我的。但是我的向导今晚就要走了，你的向导可以多等一天吗？我可以问问，但是他未必等得起。我到局晃了晃身子。那么你说过会有很多钱对吧？还有很多乐趣，狐狸依然保持着微笑，不过其中一只爪子在颤抖。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要需要什么的。我不想打岔，无论这个话题进行到哪里。不过你看起来不像那么习惯被人说不的家伙，而且不擅长诅咒肢体语言，所以让我把话挑明了。他今天不会跟你去，他今天不想跟你去。你可以晚点再试，
至于现在呢，滚开。看到 Cliff 皮毛下方后的脸颊，看向 Ralph， 看向我，看向某豆雪，咬住自己的下唇。Ralph， 你滚开！你让我的 Cliff 伤心了，走开！他木木的把一本书放在椅子上，转身从正门离开了。大夫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没必要到这一步吧 ，Ralph？ 很显然，我有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不。我会去替你道歉。你最好没其他打算。多谢你今天让变得更难了 ，Ralph。某豆雪走出了大门，固执的笨蛋，都不敢相信我居然手边没有爆米花。我没吃西瓜就算不错了。好啦，真是顺利。他们都得停。那只又是相当蹑脚的操控者，而那只狐狸劳动成瘾。而你的性格就像是房间一扫一坑。你是一个该死的小鬼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恶习。这个家伙，我宁愿生成我一小段时间的气，而不是生一大段时间的病。只不过，你就不觉得自己像他爸爸一样吗？应该有人会去做。我认为这个家族的时间比你待的还要久，你已经见识过他们是如何对待他的了。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并没有。而为了发泄，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我这样的错误决定，是的，你最后只是其中一员。他当然没有留下罪行。好吧，看来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家伙。神奇，你知道我没错。显然跟你不是这条街最善良的家伙无关。我还是在害怕你可能引起的丑闻，如果你陷入我麻烦，整个生意就垮，跟你整理完蛋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Ralph 眯起了眼睛，不知道什么？魔豆曲本身就不是个神秘的情种。Ralph 皱起眉头，起身。你可以说是我招来不好的关注，随你的便。但我敢打赌，那只狐狸信仰的更多。我大半辈子都在埋着操作人，然而那只狐狸对此的态度就像是半家家酒一样。Ralph 对。待怒容消散了，转开视线，瞪着不存在的远方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考虑过这个问题，被他打到了，不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胡说八道。老鼠开始显得十分不安。我确实感到很奇怪，不过他显然比我更擅长脱身。但是覆水难收，木已成舟。他知道我不是个喜欢说是的人，他也喜欢这样，可能就是他对你感兴趣的原因。除了你的，有意思的是，他在提这个的是你。别逼我，我滴开水呵呵笑出来。门再次打开了，不豆去推门而入，看着我。他会没事的，你跟他说不了吗？说过了，不豆去重重叹了口气。他因为考察队凑不出人手而感觉非常沮丧，所以这段晚间时候我也在帮他镇上寻找没塞他的人。他付你钱对吧？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喝点水。当然，只是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。为什么不？哎，他有很多钱，而且喜欢到处撒。Ralph 转向我，双臂交叉，这可不好。Red 和二阿不愁收下的，我们不能在这里谈这个了。当然，我真傻。我豆菊尾巴上翘起的毛稍微松了些，我要咳嗽一下。你们二位能不能帮我收拾一下设备？当然可以，当然。好啦，结论就是 Ralph 虽然前面我虽然说他前面是个混账了，可是看得出他还是很关心 Modoch 的。我还是会讨厌他，可是不会像讨厌那个 Ben 一样的。折起帘子，把照相机的支架收进储藏柜，将所有胶片装进箱子里，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时间。我们将各自扮成一个大木箱，返回了杂货店。现在可能是你最早的逃离照相日的一次，只需要一趟就可以。Ralph 笑了，扬扬眉。想要去那个地方嘛，可以带着行囊一起，看看他是如何放风的。我更希望投入在冲洗上。Ralph 叹了口气，随你便吧，至少在那里我可以看着你。另一方面，我的运动量已经超出了平时，我要休息一下了。你又不需要我的许可。目前，已经在晋升会流口水了吗？至少这个前景，趁着这段时间好好享受你的慵懒吧。是是。我豆雪开始吹起口哨，走到暗室门口。Ralph 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我了解那个眼神，和 Dora 有份客户只看向的我们一样。他退到柜台后面的办公室里，门豆雪没有察觉，消失在暗室中。你要来吗 ，Sam？ 门框令我越来越想起困境。楼梯下的房间一片漆黑。来了，我走进去，门豆雪打开灯。哎，又是一则红房啊。我看到软木板上挂着已经冲洗过 Jack 照片的尸体，尸体的腐烂程度比我想象的更严重。不过这是件好事，不是吗？
我们得再次多做，花了太长时间了。我知道他一整天都在等着谈这件事情，而我已经后悔回到这里黑暗室这个狭小的地方了。我想更详细的了解你昨天看到了什么。我视线从Jack照片上移开，我都去靠着柜台凝视了回来。我很乐意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不过说来话长了。他从柜台上抽出一张照片推到我手里，你只要描述自己看到的就好，好吧？唉，这就是那个蜘蛛啊。再次看向他，感到一阵冰凉，仿佛自己与杰克一同坠入了深渊。黑暗中有乳白色的眼睛，好像什么是瞎了或是死了，但他们依然看穿你，就像他的眼睛。我倒是轻轻插了句话，像谁的眼睛？上帝的，或是魔鬼的，我不知道。你还看到了什么？沙子、岩石、黑暗，上面是矿井。我倒举个越过我的手，从中抽走了照片。我昨天看到的是我在1901年拍摄的一张照片。我看到树、马戏团、帐篷，应该还有在吃棉花糖，还有一群准备调豆馅的男孩们。我哥哥说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不是我昨天拍那天拍的最后一张照片，但是我很近一角是没有看到另一张。但今天在看时，我看到一个陌生人腐烂的颧骨。然而这不是你看到的。他用袖子擦擦鼻梁，垂下了头。我们暂时从严肃话题中休息一下吧。想起了自己达利娜关于幻觉的一次交谈，他说我们看到的一切只是光的反射，我们并没有实际看到那里的东西，是没有被物体所吸收的一切反射到了我们这边。照片透过化学反应捕捉到这些反射，昔日的幽灵完美的保存在纸上。我以前是这么想的，已经在回忆中冲洗了将近20年的照片了。有问题是用提示者发生，有些是小事，比如纽扣发黑或者手表不见了，而有时是一个人从整个照片上消失。不过我很少思考这些，也很少直接盯着那些不对劲的照片看，通常只会用眼角的余光，又或者我专注于新的专案，将注意转回到完全发现的完全陌生的东西。我曾经哭着入睡，以为自己记忆力正在崩溃。然而你今天在照片上看到的与我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没有变回去。那是因为我不想躲着你。不，你为什么不把这张照片拿回呢？再讲一遍，看看真的我，我离开你了，真的，真的你，有更高的思想，高等的容器。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捂住自己的耳朵，但喧噪没有停止。周的身在多重浮沉，周的胃吃不吃？我在你垂死的皮上抽牙，我成你的上帝，你不想成有用之人，这东西夺走塞了我的。我的徒弟，我是神，肉的神像，人到了你的胃，通过他的油，你就能看出他你我死成他的手。乐他，乐他，人就义，没有心，没有死，没有死亡的笑，只有沙子，只有年度，只有我。我沉默于大多之时，眼泪自己的眼眶流的，所有的都消失，你的每一次摸都麻木，你的死亡多么悲哀，你的死亡何等。我在这个可怕的小房间中无法呼吸，我看不见，但不知道怎么的，我知道有修长肢体的东西围绕着我，它闻起来像是丧礼用的化学品，它们只有脉络没有皮肤，它们垂落在我身上。魔道具把照片撕成两半，他把它撕成四半，我听到难以名状的长嚎，仿佛所有照片都在歌唱，然后停了下来。我的白袍苍凉的漆黑的房间，摩托许挨着我坐在旁边的地板上。我因为他的触碰而畏缩着，但是他很温柔，很温暖，不粘稠也不尖锐。他比我个头小，却把我像当婴儿一样摇晃着。请不要哭了。